玩笑，我现在做任何每个动作都是有意义的哦。你先做那个。没意义干嘛？没意义干嘛做？我现在解释，来喽。我现在做每个动作都是有意义的。好。The man has two eyes。这个男子有两颗眼睛。同学几颗？两颗。两颗，一颗是白色的白目，一颗是绿色的绿目。所以呢，一个另外一个，一个是白色的。One is white。另外一颗是蓝色的。好，来喽。当有两个东西的时候，一个，另外一个是 one and the other。The other， 一个，另外一个 one and the other。So one is white， the other is blue。那如果袁婷专心哦，如果这一个男子他有第三颗眼，来这里，天眼哦，天眼通，有第三颗眼，同学三个咯，一颗是白色的，一颗是红色的，剩下来那一颗是蓝色的，所以一个是白色的 ，one is white， 另外一颗是红色的。Another is red。剩下来那一颗是蓝色的。The other is blue。所以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The other 永远都是剩下来的那一个。吴冠廷没有在认真。两颗眼睛，一个，另外一个 ，one， the other， the other 就剩下来这个，对不对？三颗眼睛呢 ，one， another， the other， the other 就剩下来这个，对不对？四颗眼睛呢 ，one， another， another， the other， 五颗呢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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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ther， 六颗呢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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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ther， 跟什么？
Please give me， 请给我另外一个苹果。所以另外的那个，另外那个苹果是 the other apple， 这样可以吗？所以你会发现剩下来的那个，这个 the other 都是有指定的哦，是有指定的另外一个，有指定的另一个。The other 是有指定的另一个。好，再来，我也可以说 I ate an apple， please give me， 请给我另外一个， please give me the other apple， 或是我也可以讲 the other one， 另外一个。 One 就是指前面的 apple， 可以吗？我也可以说请给我另一个，Please give me the other， 请给我另一个。Please give me the other。来，我们来解释它的词性。I am an apple. Please give me and the other apple。你看到、哦、apple 是名词，所以前面的 the other 是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个的是什么词？副词。另外一个的苹果，另外一个的什么词？形容词，因为形容词修饰后面的名词 ，OK 吗？再来 ，Please give me the other one。One 是名词，所以 the other 什么词？形容词。我也可以说 Please give me the other。我后面也可以不要用用东西。这时候的 the other 就叫做代名词。以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好，再来一个。看一下版面。刚刚讲 ，I add an apple. Please give me the other apple. 好，我刚刚有画苹果，对不对？好，再来了。请问这个版面跟这个版面哪里不一样？它有没有没写字？啊，我有写了。它还有写那个嗯，中间有空格。哦，好，有空格。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版面我有画苹果？什么？这个版面有两个苹果，我吃了一个，剩下的这一个是这个。请问一下，这个版面我有画苹果吗？没有，所以没有指定哦，我没有说哪里的哦，我只是单纯的说，哎，我吃了一个苹果 ，I add an apple， 再给我一个苹果，你知道哪里的苹果吗？不知道。不知道，有指定吗？没有，没有指定，没有指定哦，所以 I add an apple， 我吃了一个苹果 ，Please give me 什么 apple， 请再给我一个，单纯的另外一个，我们要用的是 another。Another 是没有指定的另一个。Another 是没有指定的另一个。I add an apple, please give me another apple. 请给我另一个苹果。我也可以说 I add an apple, please give me another one. 请再给我另外一个。这个 one 指的就是 apple， 我也可以说 I am an apple， please give me another， 请再给我一个，请再给我另一个。可是这里的 another 是没有指定的哦，它没有讲哪里的哦，单纯另外一个。好，再来，我们来看词性。apple 是名词，所以前面的 another 是形容词，形容词可以修饰后面的名词。One 是名词，前面的 another 是形容词，形容词可以修饰后面的名词。请问一下，这个后面有东西吗？没有，所以这个 another 叫做代名词，这样可以吗？可以吗？以上都是单数，
另外一个苹果，另外一个苹果。好，再来。一些人是好人，一些人是坏人。Some people are good, some people are bad. 我也可以说一些人是好人，其他的人是坏人。Some people are good, 其他的人，其他的这个字叫做 other, O T H E R.Other 叫做其他的。好，来，我们来看词性。People 是名词，对不对？所以前面的 other 是什么词？形容词。好，形容词。好，我跟你说 ，other people，other 是其他的，后面要加复数名词。Other people 我可以换成一个字 ，other people 它可以换成。Others， 这个 S 就是这个 people， 听得懂吗？可以吗？好，所以请问一下，一些人是好人，一些人是坏人，我有讲哪里的人吗？没有。没有，有没有指定？没有。没有，没有指定，这是没有指定的其他的。好，可以的话，再来一个。这里有很多小萝卜头，我会画的人就只有这样。很多的底线，你们有看过的比较鞋画吗？那个不用讲，那是经典。好，在904班，一些学生是 hard working， 是用功的。好 ，Some of the students in 904 are hardworking. 好，我都已经画图了，我看一下我的照相机，这个经典的图有没有把它放进去？有，很清楚。好。Some of the students in 904 are hardworking. 看到，在904班的这些学生当中，其中的一些是很认真的，另外一些其他的是很懒惰的。同学，请问我有没有指定？有，我图都已经画完了。904的学生就是这一些，这一些学生是很认真的，另外一些是很懒惰的，另外一些是有指定的。你说老师，我怎么知道有指定啊？第一个看图，另外这一些是这一些。第二个考试的时候不会有图，对不对？考试的时候不会有图，但是它会有个字叫做 of， 你只要看到 of 就是有指定， OK 吗？就这些学生当中的一些是懒惰的，有指定就会有一个字叫做的，所以其他的学生们，你可以说 the other 是其他的，对不对？所以 the other students， 其他的学生们 are lazy， 是懒惰的。The other students are lazy。其他的学生们是懒惰的。好 ，students 是名词，所以 the other 其他的这个叫做形容词。最后一步喽，最后一步喽 ，the other students 框框起来 ，the other students 我可以换成一个字，那一个字叫做 the others， 这个 s 就是 students， 来听我。所以我也可以说 the others are lazy， 其他的是很懒惰的，这样 OK 吗？够很累了，学完了，够很累了。
从眼睛开始，从眼睛开始，两颗眼睛，一颗，另一颗 ，one the other， 三颗眼睛 ，one another the other。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the other 就是有指定的另外一个，有没有？有指定就会有 the， 所以来这个有指定的单数，我们用的是 the other。另外一个，好，再来，苹果，两个苹果，只有两个苹果，我吃了一个苹果，我要吃另外一个苹果。I ate an apple, please give me the other one， 请给我另外一个苹果。Please give me the other， 同学 ，the other 是另外一个，对不对？有指定的是另外一个，可是这个有画画哦，这个是有画两个苹果。可是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版面 ，I ate an apple， 我吃了一个苹果，请再给我另外一个苹果 ，Please give me another apple，Please give me another one， 请再给我另外一个 ，Please give me another， 这边的 another 都是单纯的另外一个，单纯的另外一个，没有指定的，所以你看一下结论，没有指定的单数。另外一个是 another， A N O T H E R， 所以 another， A N O T H E R 是单纯的另一个，单纯的另外一个，它没有指定。好，因此 another 后面要加单数可数名词，它要加单数的哦。Another 后面要加单数可数名词，它加单数的。好，再来，单数结束，换复数。Some people are good, some people are bad. 一些人是好人，一些人是坏人。Some people are good, other people are bad. 一些人是好人，其他的人是坏人。Other people 我可以换成 others。其他的人，同学，我有讲哪里的人吗？没有，所以来，没有哦。好，复数的没有指定，就是 others， others 复数的没有指定。可是你看，不行，反面拿错了。来，可是你看这个。我都已经把小萝卜头给画出来了。在904这群学生里头，一些学生是很认真的、很勤勉的，另外一些学生是很懒惰的。所以 some of the students in 904 are hardworking。在904班，在904就已经有指定了哦。这些学生里面的一些是很认真的，其他的是很懒惰的。有指定就会有 the， 所以 the other students are lazy。 the other students 我可以换成 the others， 有没有？好，所以有指定的话呢，复数是 the others， 有指定的话复数是 the others。 另外一些，好，你眼睛尖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好，你看，好，你看咯，来咯，你有没有发现我把这个遮住 ？The other, the other， 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是有指定，都会有哪一个字 ？The， 对不对？有指定都会有 the， 都会有 the。那我问你 ，the other 跟 the others 差别在哪里？单数跟复数。对，单数跟复数。所以复数的话，这边是多了一个 s。这样有没有？有没有？有哈、哦。好，再来，再来。我把上面遮住。下面是龙，现在下面 others 跟 the others， 我问你 others 跟 the others 差在哪里？ the， 那 others 跟 the others 是不是都是复数？差在 the， 那 the 什么意思？指定，指定，啊，就是没有 the 就没有指定，所以有指定的话就会有 the， 这样听得懂吗？可以吗？这叫做不定代名词，这样 OK 吗？可以哈，好，整理一下，恭喜你。超厉害的，超厉害的。